你慢点，你别生气了。发了这么大事，我能不生气吗？哎，我知道这事儿挺生气的，但是你的身体也重要，别气坏身子了。你是不是叫方建华？是我。是不是36岁？是的，是的。这高级评估师证是不是你的？是的。行了，你收拾一下。怎么了，老板？我先别说话。老于，你现在在哪里？我现在在外面呢。你现在马上回一趟车行。现在？对。现在不行。什么叫现在回不来？我找你肯定有急事，你马上给我回来。老板，你怎么还给于经理打电话？我去，于经理他又不喜欢我，我确实需要这份工作，我家里还有两个小孩呢，还有老婆身体也不好。你先不要说，等他来了你再说。一总，怎么了，一总？他怎么了？你认识他吧？认识啊。你是不是有个弟在二组？对啊。他对呀、啊，你弟是不是在二组当组长？对啊。有没有证？有的吧。有的吧，二组的证就这么一本，在我这里，证上叫方建华，你弟叫方建华吗？对。这什么证？方建华在这呢，是他，这证是他的，你是不是太过分了？我也没办法，我就这么一个儿子。什么叫你没办法？你没办法，你就可以直接盗取人家劳动成果吗？啊？人家辛辛苦苦付出了汗水，好不容易考了这么一个证，为的是什么？是不是为了想让自己有更好的生活，收入更高一点，是不是？啊，你弟需要你弟自己为什么不去考？他在努力的时候，你弟在干嘛？你现在把他弄在这个位置，你知道对他的家庭造成影响有多大吗？你知道吗？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？啊？人要出来是为了啥？你谁给你的权利？谁给你的权利？你能这样做？太让我失望了，你。我知道错了。你知道错了有用吗？你直接走吧，我跟你说，我公司已经没办法再用你，啊。李总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全家上下还依靠我一个人。你还知道你全家上下依靠你一个人啊？人家不需要，人家没有家人吗？人家没有家人吗？只有你有家人是吧？啊？我知道错了，下次不会这样。可是于经理，你真的太过分了！我告诉你，做人做事得对得起良心啊！你这个我都看不下去了，我真的是。就是你做这些事情时候，你的良心在哪里？啊？你的良心在哪里，于经理啊？我给你几次机会了，你觉得还会有机会吗？啊？你这样做不仅对不起这个公司，对不起人家，对不起你自己，你害了你自己，害了你弟，是不是？你有责任心吗？行了行了，我不想再跟你多说一句话，你赶紧收拾东西，赶紧走，好吧？啊，公司不再需要你了，你直接找财务啊去领工资，然后我会让财务再给你多发3个月工资，行不行？不要说了，不要说了，不想听你再说一句话，赶紧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方建华是吧？没事，那个这样，你去收拾一下啊，这个还给你，回到你。本来应该的位置上面去，好吧？啊，好的，这个你就不要做了，去吧。啊，谢谢啊。嗯。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我们都在用力的活着。好了好了，别气了啊！我带你去吃好吃的。啊，行吧，行吧。